别想那些报仇的事，好好再嫁个人，过日子去。请不动别人，我自己去。 你想怎么样？我想帮你。李青阳为什么从300里外赶来杀我？也许我真的帮不了。你到底想怎么做？他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非得废了你不可。 熊太太和熊少爷，他们不该死。我不想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是为了你。我不信！你凭什么不信？我不信！你凭什么不信？ 出殡，把这位王太太给少爷祭坟。